禹王，禹王，北疆急报，北疆急报！说，七月初一，晋王他，是。主帅萧齐率5000骑兵突进，冒进敌伏失利，首尾不见，仓皇败北。 别叫我王妃，叫我谨言就好了。哎，还有多久到凤隐寺啊？凤隐寺就在前面了。嗯。凤隐寺那边怎么样了？太妃娘娘派去的人封了寺，奴探听不出详细啊。我原来怎么没看出来？谨言是这么的在意萧齐。 为了萧齐，竟然可以自我流放凤隐寺。阿离，你说失踪的如果是我，他也会如此吗？既然已入佛门，就要守佛门的规矩。贫尼赐你法号了缘，愿你了却红尘俗念，安心侍奉佛祖，为晋王祈福。 明日一早，贫尼便替姑娘剃度。什么？